作中的积极助人，加上谦虚严谨的态度，得到大家的认可和瞩目，也为你带来了财运。不过需要小心的是，自己的隐私有可能过多的暴露在大众面前，因此也影响到你的爱情，对方可能忽然想分开。月亮与木星合相在处女座，并六分太阳，三分冥王，对分海王和凯龙，一方面会让我们更加专注于生活秩序和细节，并在自我追求和探索的时候以谦虚和平和的态度来实现自我成长，但可能会让我们挣扎在现实需求和理想之间，同时需要我们不得不去面对过去的伤痛，但了解伤痛的根源才能实现自我的转化。Bu akşam seminerimizi canlı olarak mobil uygulamamız üzerinden yapıyoruz.